本届金鹰节除了昨晚酷炫的开幕式，还有互联盛会和颁奖礼两大重头戏，所以今天抵达长沙的明星特别多。来长沙多次的杨宗纬在机场轻车熟路，只是简单的回答了两个问题，就潇洒的把芒果 TV 的记者抛弃在身后。宗纬，这次来金鹰节庆祝的时候开心啊。这次会演唱什么歌曲呢？宗纬，当然能说了，芒果 TV 的记者怎么就这么神通广大，即使你不说我们也造的。作为一个，你不是会演唱歌词吗？我们是小飞上蓝天的歌。